个老师的歌，你选了哪一首？本来最想抽到的是陈建伟老师，因为我很喜欢老师的作品。结果就是前一个是阿蛇，那就被蛇哥抽走了。啊，你的陈建伟老师被阿蛇抽走，所以你抽的谁？子弘老师的歌。哦，对。然后当他抽到，我想说很紧张，因为我完蛋了，就是我满脑子都是江蕙老师的歌，是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好难哦，这样。对。然后回去我就思考，刚好又从宝座掉下来到现在，我想说一路这样走来，好像可以试试看突破平燕的歌，就是成长的歌。哦，对啊，那首歌这首也算，也是，而且是最新的作品，是子弘老师跟亮哥帮平燕，对，成长的歌啊，对，嗯。阿郎说还没成长，阿里西，我们爱成长，也心路历程的成长啊，对了，哦，不错不错。谢谢谢玉玉。